从曾经的青涩出道，通过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，如今的周涛可以说已经成长为国内最知名的名嘴之一。近日有知名博主曝光了一组周涛17年前的少女清纯照，曝光的图片中还有周涛早期的主持照，照片中美丽文静的周涛亭亭玉立，清新典雅，早些年主持时留着简单干练的短发，拿起话筒来笑盈盈，自然大方的主持风格看着十分舒服。岁月伴随着他不知不觉地走过了十几个春秋，17年前的周涛清纯之中透露着青涩。在经历了一段起伏不定的感情生活之后，周涛不仅终于找到了可以信赖的知己，他的主持风格更是炉火纯青。如今45岁的周涛，那依然美丽优雅的笑容中更添了一份成熟与从容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